捷运那个万方医院那边啊，山呐、啊，山上。我跟你说，在 Mandy 家附近。对呀、啊，木栅，对，他刚才讲木栅，我就想去山上，因为我从上去有点高。你好，你好，给我留一封客栈啊！一下开这边，一下开这边，然后那个客人他可能。
天可以拍照。干什么？老哥三个又来了，好可爱，我觉得那老哥。我拍了。经过给他拍呀，我们自己背着他，好，他们走，他比他很慢，不知道他们慢。他很慢呐、啊，我们可能就。没有，刚好拍啊。三个这样静静的走过去，人你要人来不及，你赶快啊！慢慢，我踩到我头无所谓，这是大自然，大自然的东西。对啊，可是会很臭啊，会彻底会臭啊！因为我不在意，所以我不会。哦，一定要给你加分。
哦，我们来自各四面八方嘞，有木栅，有戏子，永和、中和、桃园啦，高雄啦，桃园啦，南投、戏子、台中、台中，啊，过来，过戏子，过中和，过木栅，过新庄，啊，过还好，都在北区，有啊，高雄的那北区的高雄，那个他们那两个北区，北区。眨眼的啦，大姐来，扣我腰啊！我讲介济都会使扣我腰啊！好呀，哈哈哈哈哈！冇紧啦，所以我外界人介济都，不好意思，个包刷包个无干，因为相机无伫因某个手里，所以我无敢扣。手机在我手上，你介济都会得咱食排骨啦！我看我是有影食排骨，因为肉叫你客气啊！你唔知伊手作慢呢，我现在做缓，所以我手机相机在我手上，我就拍很快。我要构图啊，构你个头啊！等你构完那个景就没了。他都会构思啊，怎么照比较漂亮？等他构完景就跑掉了，烦。够难玩。丢。好快哦，明天要回去，后天。后天呐、啊。是啊。公路明天只是回丽江。哎、你明天回丽江就玩个土城。你我们一点半到出关的差不多两点了，两点多了，一点四十是什么？两点四十。加速。二十五次下去，二十五次你还剩五十次。晚上是50次。晚上五十次把它吸完。我规暗拢卖困，50次你慢慢害我，害我刚才都要剩啊，我现在30次啊，不对，刚才好像29，啊，我很多都要困，刚刚困不着。你刚刚只用掉大概2次而已，这个太少了。对。然后这样就好了。对。然后。先吐掉，吐掉以后按完再吸。对，好，有点标准，飘飘然，熏熏然，就怕加胖，靠皮以外，嗯，黑根大子，再次，再次，这是云南咖啡味，小弟咖啡。
在地啊。来，你做剩的用不了嘞，四个喷喷的，阮大家拢会使输。对袂？是啊，还是把它喷一喷完？低油的还是还是四滴？你只要开始喷的时候，画啥你知无？香奈儿的。不是台湾土豪来哦。阮是安尼用的。你现在是？除了大方向，除了大方向，我窗户型都甲关开，大家都来对数。人伊拿阿妈我搞，伊拢阿妈拢无买。没有，我是前一两天那个，那我感觉有点。啊，你前一天怎么没有戏？哦，你这死在了，我不知道你无戏呢。没有啊，后来就输了。玉米就救了。哎，玉米就救了，真的那个。真的真的，入乡随俗，就要吃他们的那个口味。哦，真的那画个字。人家是久旱逢甘霖，你是这个也是缺氧逢玉米，逢玉米，真的那颗玉米，酒红知己千杯少，万里酒红玉米千杯少，千根少，那颗玉米活在世上的价值，超美的，我夸呀，我非常感恩，那不上去，我看看从哪下来。哇，好俏皮耶！啊，我的马靴无穿，你个靴啊？哎呀，你个炸弹！我今日想马靴，我被搞疯了。雨靴。还好，这样飘飘也对呀、啊，这种有一种浪漫。哎呀，都着雨，长一块毛，都恐怖了。好漂亮哦！那条公路，我觉得早已下雨，那条公路一定是沿路流泥水的。我觉得这样把它斜角拍上去很漂亮。真想把这条，真想把这条索道剪掉。哎，你这个东西去出位，来，进来，一个鱼吧。手中无武器不能。啊，伊有迄条线，进来。我这是毛线。没啦，你进来。我把它掉了，我把它，你都还没向出去。别再。温馨提示，这有阿拉个用语吧？温馨提示。温馨提示。尊敬的游客，这是啊，吃一个这，早上吃的东西。嗨，伊阿妈是台湾人。嗨，你在？你也在？嗨，伊个心灵感应的。系啊。这种高山杜鹃。啊，这么高？对，这些全部都过，这个挺高。这么高？杜鹃。这几月开啊？七八月。他们这边可能七八月。他那昨天他们说他们开的比较慢，四月底，四月底开始，然后到六月。台湾那跟台湾一样啊，台湾山的五六月。对啊，湖湾山的。对啊，这个应该超美的。啊，这间小巧。我从加了登山社，我才知登山社团。公益村。这个石头真，这真的就是玉山的那个碎石坡。哦，你晚上上去的时候都没有感觉它是这种路哦，下坡的时候你就知道。你就知道行。对啊。哎，有云海了，有云海了。哇，我再也好没。给两位你往下拍一张。有。仙境，仙境。开始搞你的相机，的照片马上跟我们分享。你莫把那摆按什么删掉的，这样搞我们分享。直接垃圾桶寄给你。哎呀，直接垃圾桶捡来给我们。我看一下，我问我女儿怎么弄，把它丢到什么云端什么叉叉去。对对对。啊，上面雾气比较重，小心相机。无线，马上一分钟。
对，止渴。怎么样？就是走在另外一条路，就是已其实大家已经很清楚了，每个人都很清楚，每个人都知道有加警察，可是就是有加警察来查，就是、可是加警察不是查你，他查你旁边慢跑那个人，然后他跟你说，哦，你要小心哦，你的钱包有没有被偷了？对，叫你找下，你借口一下，对，快点等啊，对啊，你就下一次就会摸一下袋，对，然后走了50公尺，自己觉得怪怪，一摸不见了，我把他摸走了，对。怎么想都想不到，啊，那厉害啊！我就是很赞叹他的手法，我们用一种崇拜的赞叹的心情去看他，真的。那一次，他先确认，突然又一个女的骑过来，没有啊，你直接这样子，动他去买芭比。对，对，我就直接就，我就而且是很凶的口中，动他去买芭比，他就马上就，因为他上来又对，没有没有，我的意思就是你不要碰到我的身体，所以我跟你讲，那因为你他知道说。你这个人警觉心很高，他也会不敢动。亚洲人比较不敢叫，就首先那个女的看不出来，手就给我伸到我口袋，我就直接手刀切过去了。切过去，然后手机又被我打死。一定要这样做，要反向做没有用。没有，后来那个小沈要跟我要1块钱，我说 I no money， I no money， 因为他都把那照片删掉。没关系，厉害，我的有几挂。没有，我就。后来我就赶快马上看我的背包、我的钱包、我的手机。你不能现场，你也不是现场，想人家就算你那东西放在哪里。对。啊，可是姐姐，我们也不知道那时候怎么。所以我们那时候是沿路就一直抱着。不是，我们都是这样子，然后我们都是带那个有内袋的，然后你自己可以感觉得到那钱在。以前都背包在外面，现在都藏在里面或是内袋。对啊。背在后面都是别人的。都穿那个有内袋的衣服出去的。没有，我们都拿到前面来背的。在西班牙，你放在前面，放到旁边的都是别人的。对，还有什么？进餐厅挂在椅子上的都是别人。来，准备换车。准备换车。站起来，全部站起来，站起来。好，来，快快出来。好，站起来。
Thank you.
了。